这个帽子我觉得比较好的是，它可以各种翻，你可以把它翻成任何造型，比如这样，就变成了翻体了。虽然很多人都说晒太阳会造成什么光老化啊、皮肤衰老啊之类的，但是我觉得在做好防晒的前提下，真的要多晒太阳。我感觉最好的养生就是多晒太阳。觉得很累啊，或者水肿啊什么的，都可以通过晒太阳，然后让你的身体循环起来，然后水就可以自己排出去。此刻美景，刚才我们在上面，现在这个位置更近一点，而且这除了我们俩一个人都没有。谢谢你为我准备的礼物哦，把这包场啦，谢谢你啊。Step there. Thank Watch you. Your head. Yeah,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. Hi. 我们上船了，感觉这个船，刚才那个船人都满了，我们这个船就只有六个人，太好了。买了50个人的船票，结果是六个人的船的体验，但我现在声音一直在发抖，太难了。我现在唱歌一种电音的效果。就凉了是吧？现在回去就是上坡了，虽然我们也可以坐那个小车把我们送上去，但是刚才吃了大披萨还是消耗一下吧，因为今天没怎么走路。我们觉得那个船还不错，就是一个游船 tour 的感觉，然后明天我们想自己租船在那儿玩一玩，因为感觉那个水还挺清的。那个船长说今天是3个月以来最凉快的一天，所以很适合旅游。我觉得就是前两天那个风刮的实在是太夸张了。然后船长还打了一桶水，让我们试试那湖的水温，我感觉还是挺凉的。他说大概有70度华氏度，如果再过1-2个月，就是7月8月的时候，应该这块的水温我觉得是正好适合游泳的。来这个纪念品店看，这件还挺好看的，然后大早又买了小零食，这件是不是还不错？感觉有一种辛普森配色，这件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这也不错吧，美国人还是很会做文化衫的，看起来就非常的不缺铁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的挺好看的，穿这背心。Grandma 辛辛苦苦做的 cookie 好吃吗？Grandma 伤心了，嗯，看 Grandma's， 我已经换上了我的小 T 恤哟。OK， 穿上它正式成为岛民。明天我们就打算自己租这种小船来开一开，它这都是可以自己开的，而且很简单，不需要什么驾照啊之类的。
到我们租船的地方了，但是这个船真的好大呀。小船，我今天和这也太配了吧，我都没有想到要租一个红色的船，但是怎么就这么配呢？ Captain 郭已上线，真不错呀。脚烫死了，不让我穿鞋，烫死我了，绝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开始我还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想租船租一整天，但我觉得这两个小时过得实在是太快了。对，我觉得租四个小时会玩的比较就是透一点。我们就是点到为止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去滑，所以今天就是在水上的一天。五星好评。最后一步就是加个油。换了这个防晒衣，滑皮划艇，非常考验双人协作，默契大考验。Oh yeah, 本来他要3点关门了，我们3:03到的，说了半天他终于让我们滑一个小时。哇，你不穿鞋了，烫死了，烫酒啊。看我们这个装备齐全了，后面我头上长螺旋桨了，嘿，主打一个悠闲。而且现在好像突然一下多云了，没有那么晒了。在他这儿商店买了个防晒衣，能防 SPF50 的。大早同学辛苦啦，没办法，这是你非得自己想要玩的项目哦。但是飘在小湖上的感觉还是不错的，刚才滑了一会儿胳膊还挺酸，感觉这个是一个很锻炼胳膊线条的一个运动。我们的小船停靠了，看这个红色的沙子。来，你站这儿，我给你拍。你看看人。I'll be your sky. You are the sunrise. 我们顺利回来了。哎呦，我这手和胳膊还行，手指头有点酸，因为老得攥着那个桨。然后最后感觉就是看到码头就是看到了希望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游船两个小时非常的不过瘾，这个一个小时 enough。 你是不是也觉得一个小时就可以了？我还没费劲哥，你看看最后那个，我要不是我使那么大劲儿，咱俩一个小时都回不来，跟你说。